直接当晚
吃肉，不吃点菜。我一直想吃肉，你就要差不多吃一点。让你自己去捷运站，当然要有捷运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也要有捷运站。你会被那个骑重机的男生吸引？我喜欢的骑就是蛮帅的、啊。那正男骑？没有看到他骑，我等下看他骑，再帮他打个字。这个车侧面看怎么看？我看着哦，应该六点几了。新车应该六七十，是哦，海泉没有很贵啊，海泉一般大概都是六七十，对，可能五六十。这两个小男生在聊，对啊，刚刚怎么喜欢弯曲？对，回来就是走路了，不是的脸，心动的脸吗？因为车子等一下就要还了，我先骑一圈哦。先骑一下，熟悉一下。试车是不是？试车。对啊。好，正男回家喽。有帅吗？有帅吗？帅帅帅。来，你跟都会刷什么？比谁怕谁啊，就当那么低这样。没有要比的意思。哇，这个太，这个谁当的比较高？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像丢有点尴尬，你是丢还不丢了？地板怎么湿湿的？你怎么童年过了？我童年不是这个。你为什么好像感觉很像童年的？但你的童年到底玩什么？因为你刚刚说你的童年不是荡秋千。我的童年大概就是电动吧，可能跟你的年代不同。电动。哎，帮我讲话。好，开玩笑。明明就是童年记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